哎，王立新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中学头条啊，每周五晚上8点，一起看吗？你要先订阅哦。一年级来了一个超帅的外国学弟，对啊，而且他不仅长得帅，有一头金发之外，皮肤又超白的。是，我听过一个传言。什么传言？我听说他有可能是吸血鬼。真的假的？小宝，你说是不是真的、啊？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啊！对啊，而且长这么帅，一点都不像吸血鬼，根本不怕阳光啊！好哟，说真的啦，电影中不是也有那种怕阳光的吸血鬼吗？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好兄弟跟他读同班，他跟我讲，不然这样，听说吸血鬼都怕大蒜。那我问香，你去试试看。怎么试啊？你先把这个大蒜吃了，然后去跟他讲话，再把香蒜面包拿给他吃。我不敢听说吸血鬼被拍照的时候会隐形，你们等一下过去跟他们吃饭。哦，他怎么可能是真的吸血鬼啦？哦，真的啦，我兄弟没给他骗啦。Hello， 学弟，你们刚才打球很帅，可以跟你们拍一张照吗？好，那我们去那边拍照。好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拍怎么样？你看，其实我跟你说他不是的吧？你这样真的有效吗？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等一下就坐到泰勒房，吃这些东西，吸血鬼最抵挡不住血腥味的诱惑，他也会跟我说是啊。不是啊，这样不是我就有危险了吗？哎呀，你不会有危险的，长得那么帅。你再告诉我一次。我是说，如果他真的露出真面目，我暂停上来说保护。好，来。学弟，你介意我在这边吃东西吗？谢谢。学姐。可以咬一口吗？你要干嘛？我要叫了，我要叫了！怎么样？他们露出真面目，我操你！你干嘛？学长，你竟然车神离张天，车是够了吧？对啊，学弟根本不是什么吸血鬼了。你嘴上的写什么？是火龙果啦，没吃过你。哦，火龙果，哎，吃成这样，如果喜欢我们中学头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哦！对，追踪哦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！追踪他，追踪我们。追踪我们。